一鞠躬，二鞠躬，三鞠躬，一鞠躬。 二鞠躬，三鞠躬，站住。 这里不欢迎你，请你离开。凭什么？我只是想要来跟阮正告别。告别？你凭什么跟阿正告别？如果不是你，阿正根本不会有今天。孔真，你不觉得你是祸害吗？10年前他如果不是为了开车去见你，不会有那场车祸，也不会有一切悲剧的开始。 10年后，他又为了救你而死，你凭什么跟阿正告别？10年前的那场车祸就是个意外，孔真这次为了救阮正兄弟，自己也受了伤，你怎么好意思把责任都推到他身上？更何况，阮正根本就不喜欢你，你还非逼他跟你结婚，我看你才是害死他的罪魁祸首。你胡说！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任何一个人比我更想让阿正活下去。 我该做的都做了，现在，请你离开。对不起，是我不该来的，打扰了，走吧。 Thank you.
想起那个夏洛就生气，明明就是跟阮正举行了一场根本就没有成功的婚礼，真以为他自己是阮太太？你刚才干嘛要拦我？我早就想好好的教训教训他了。孔真是对的，他只是不想打扰阮总最后的安宁。如果你真的和夏洛打起来了，最后难堪的是阮家。这个时候没有什么比让阮正顺利走完最后一程更重要的。至于他们怎么说我，怎么骂我，不重要。怎么就这么坐起来了？最近天气冷，别着凉了。这次会结束了，一切顺利吗？嗯，夏洛把一切都操持得很好，你放心。好。洋洋，洋洋，孔真，我想回美铁村了，想吃坤爸做的饭。哼，等你好起来，我们就回去。好。孔真，我们来这儿干嘛？我还记得刚到阮氏上班的时候，你带我来到这片涂鸦墙。你说觉得和你一起画画、一起分享秘密的人很蠢，我以为你说的人是我，还很生气。直到那天我在这里看到了这个，
是啊，韩川，怎么会有那么蠢的人呢？洋洋，我知道你还没有接受阮正离开的事实，但我确信，他一定希望你能开心的活着。我确实需要时间来消化这件事情，来接受我们两个人变成一个人的事实。但是我知道，他是为了我才牺牲了他自己，所以我不能辜负他。我要活出我该有的样子。我也常常会想起他，但我也在努力，让自己变得更勇敢。他只希望你能幸福。我会的。宫真，你为什么要陪我来美铁村啊？我不是阮正，你没有必要为了我而留下来。你应该去追寻属于你自己的爱情，而你的未来里不应该再有我了。我来这里不仅是为了陪你，更因为我喜欢这里的生活，温暖舒服，有最淳朴的人，还有最真诚的事。我也是。没事没事，你多看几个，非常非常这个呀是一对的，我给你们当地艺人这个村子开发的特别好。老板，你这个椰子怎么卖啊？21个，不讲价啊。这么贵啊？坑人的吧，咱不买。哎，我们这儿的椰子那都不是普通的椰子，那都是在天王庙里开过光的。开过光？传说在很久以前，有一对夫妇，他们因为战争分隔两地。哎，这么说，这个椰子你们难道就不想尝尝吗？那来一个。来，好嘞，谢谢。你喝一口，好喝再来啊。嗯，拜拜。我从小在这儿长大，怎么没听过椰子树的故事啊？别说你没听过，我都没听过，因为这些都是洋洋信。哦，原来如此啊。洋洋人呢？在哪儿？你小子这么快就出卖我？我再不卖了你，他把我这掀了都。你们这叫欺骗消费者。我这叫学以致用才对吗？不着调，我让你去买菜，你来这儿偷懒。今天晚上你一个人在这里。好，好，好，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。这还差不多。走了，回家吃饭。遵命。走了。嗯。回头今天的钱分我一半啊。你卖漫画的场地费还没给我呢。资金的事情我已经搞定了，项目也继续进行。阮石终于要回到正轨了。辛苦了，夏总。我说了这么多遍，你还是记不住吗？啊，辛苦了，阮太太。股东那边现在什么动向？还是股权分配的问题，因为毕竟您和阮总没有法律承认的婚姻关系，所以股东们都在盯着阮总的股份，伺机而动。确实，洋洋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继承人。这样，你先跟他们虚与委蛇，等处理完一切的收尾工作，我会把股份给洋洋的。好。美铁村那边怎么样了？挺好的，明天我回去看看他们。哼，挺好的。对啊，大家现在都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。
又有谁会在乎离开的人呢？哎，小林姐，这什么时候弄的画？还挺好看。别乱碰我的画，这可是我昨天从大师那里求来的，据说啊，它能招桃花，就在东南角方向。你还信这个呀？那怎么办呢？死马当成活马医喽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谢谢。小程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姐，孔真，这是你弟弟呀？哦，这是我弟弟，孔成，叫人小林姐。小林姐好。咱们回去吃饭吧，小程肚子该饿了。嗯，走吧，小林姐，我们先走了。有空常来玩啊。嗯。不对，他刚刚从什么地方来的？东南角，东南角！哎，给你多补一补，多吃点。嗯。咱们是不是回美铁村也有一段时间了？最近啊，大家都挺辛苦的，所以啊，我要宣布一件大事：每日耶，下个星期重新开业。哦，来，咱大伙儿一块儿喝一杯。坤叔，你忘了，阮正不能喝酒。你抢什么果汁？我是想陪小程喝的。我能喝酒？你喝什么酒啊？你都还没毕业呢，大家一起喝果汁得了。哎，我这杯不喝了，给他喝。我看你是怕一会儿喝多了手抖。玩飞镖的时候输给我，我一会儿就是闭着眼睛我也能赢你，你信不信？不服试试啊？试试就试试。我先来，快点儿，到你了。你这也不行啊！你也没比我好到哪儿去啊！再来一把，我一样能赢你。行了，你们俩赶紧来吃饭吧。不玩了，吃饭吧。什么呀？这都能行？纯属运气。多吃点。每次来都能把家里翻个底朝天，东西到处丢，你也跟着胡闹。难得有人陪我打游戏，那不得尽兴啊。小程不还说要继续陪我打吗？他人哪儿去了？说是和坤叔一起买酱油去了。下雨了，我去接他们。那我跟你一起。
躲在眼里，微笑面对所有回忆。杨儿，下着大雨，你俩在这干嘛呢？你个小老头，下雨天也不知道等我们去接，回头着凉了你就知道错了。我这体格子，我用你们接。孔成呢？怎么没跟您一块回来？哦，我就是回来取把伞，我还有任务呢。啊，你们别乱跑了，我到时候跟孔成一块回来啊。哎呀，这雨停了。我这小店一到刮风下雨就容易断电，可能是电路老化了吧。等明天天晴了，我帮你全部检修一下。你还懂这个呢？那当然，本来就是男孩该干的活，当然要懂啊。哎，灯泡给我。啊。你这么优秀，在学校一定有很多女孩追你吧？还行吧，主要是我觉得他们都太幼稚了。怎么还不亮啊？你帮我照一下。啊，哦。弄什么呢？坤叔淋了雨，我怕他感冒，给他做姜丝可乐。正好我手湿着，你帮我把可乐倒进锅里。好。终于有时间来看你了。哎，菲菲姐。哎，小程也在啊。是啊，放假了非赖着不走。小程真帅。我先去跑步了啊，你们俩。好。沈真哥。小程。好久不见，聊聊天。好，咱们聊聊天。嗨。洋洋，陪我去个地方，好好聊聊天。好。怎么样，海边的生活浪不浪漫啊？浪漫什么呀？我是来工作的，好吗？切，少来了你！你还能完全寄情于工作啊？你跟娘娘生活在同一屋檐下这么久，就没擦出点火花什么的吗？我俩能有什么火花呀？不过有件事情，倒是挺奇怪的。什么事儿啊？有时候我觉得她是娘娘，因为无论从说话、做事，还是思维方式。他就是洋洋，但有时候恍惚间，我又觉得他是阮正。每当我认定他是洋洋，总有那么一两个细节提醒我他不是。你说我是不是太想阮正了，搞得有点魔怔了呀？那你的感觉呢？你们两个那种磁场的共鸣，和他相处。感觉很舒服，很安心，
也有点不由自主的想靠近。你说这事儿也太奇怪了吧？都到这个份上了，他们两个兄弟还跟你开这种玩笑。不会是他们现在还在共用一个身份吧？要真是这样就好了，这样他俩都还好好的，一切都还能回到原点。阮总，最近，哦，洋洋，公司的情况前几天我也跟您说了，股份的事过几天夏总会来找您。你告诉夏洛，公司的股份我会转让给他，至于公司的事情跟我没关系了。可是您这么多年的心血就这样拱手让人吗？那是阮正的公司，又不是我的。我就像现在这样守在这里安安稳稳的生活挺好。睡了吗？沈章，你够了，拍了我一晚上了。你不是和洋洋睡一间吗？你拍他去啊。阮总，我们要睡了吗？不然呢？哎，停！你要干嘛？闪着腰了。阮总，你说我什么时候才能不和您睡一间房，晋升成为和菲菲睡一间？要不你现在就出去。不是，我不是冷落你的意思啊。我不是不喜欢和您睡一间，只是我更想跟菲菲睡一间。哎呀，解释不清了，跟我客气什么？菲菲，我感觉还有一肚子话没跟你说，你就要走了。哎，沈章呢？不知道，他今天早上进洋洋屋里一直聊，到现在还没出来呢。以前怎么没发现他们关系这么好？就是啊，大老爷们磨磨唧唧的，聊什么呢？这个给你，药我已经帮你放好了。纸上是每天的服用方法，有任何问题，你随时联系我。那我走了。我送你。嗯。沈章，你快点出来，磨蹭什么呢？来来来，沈章哥，你快点，菲菲姐等着呢。来帮忙收拾。我来。这都装好了。哎，小沈，我给你拿特产呢。我刚才看你们在里面聊天，就放你们门口了。没看到啊。我去帮你们拿。哦。粗心大意。心脏移植，你真的是阮正？
孩子们情况怎么样？情况很不乐观。阮正先生本就患有严重的心脏病，阮洋洋先生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不过我们在系统中发现，二位的心脏是可以匹配的。之前阮洋洋先生也签署过器官捐赠协议书。如果心脏移植手术成功的话，阮正先生存活的几率是很大的。如果您同意进行手术，就请尽快签字吧。小时候最爱看的动画片，那个时候，你说你最喜欢六娃，因为可以隐身，那样就可以把自己真正的隐藏起来，获得真正的自由。那会儿吧，我总是嘲笑你怂，因为我觉得三娃的铜头铁臂才是最厉害的。后来呢，我们都长大了，也发生了很多事情，你成了高高在上的阮总，而我。我是一个没有姓名的路人甲。你才是独当一面的三娃，而我成了隐身的六娃。我知道你心里面一直都有愧疚，但要说这件事情，我心里面不怨恨你，那不现实。以前我收到你照片的时候呀，我总是想尽力的去模仿你。刚开始吧，我是为了有朝一日回来报复你。不过时间久了，我就发现，我刚开始的所有的不甘心，最后都变成了点点。我看着照片，我会想象你现在的生活。我会想象，你会不会变成一个我不认识的人？再或者，你会不会有一瞬间也能想起来我？不过，这次回来呢？终于确定了，你小子没让我失望。你依旧是那个心里面藏了一万件事，但也绝对不说出来的那个闷葫芦。还是那个对别人最温柔，但是对自己最残忍的那个家伙。不过你真的是蠢到家了，你竟然用那么逊的方式来招安我。你还要守着阮家，你还有孔真呢，你怎么就能那么潇洒的放手，去过自由自在的生活呢？你要坚持治疗，你要相信肯定会有希望的。我签了器官捐赠书，希望我的器官将来能够帮助到别人。相信我们
也很快就能等到适合你的心愿。哎，你难道忘了吗？葫芦娃们终究是要合体成葫芦小金刚的。等你好了，我不会再让你一个人那么辛苦，我会帮你分担，一起管理阮石，一起照顾坤吧。但是孔真只能是你自己的责任。我会替他好好活着。